日本作为一个弹丸小国，为什么总是渴望战争？欢迎来到地球记，本期话题好战的日本。国人眼中的日本好像除了刻在骨子里的国仇家恨外，就是那些和小字沾边的外号，比如小日子、小日本以及倭国的。确实从国土面积上看，它仅仅只有37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我国的25分之一，并且还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所以称其为弹丸小国好像也没什么不妥。可要是把它放到欧洲，37万多平方公里已经足够力压大部分欧洲国家了。比如名声赫赫的德国和英国，他们一个也不过35万平方公里，一个才24万平方公里。如果再把它放到中东，更是比小霸王以色列足足大上了十几倍。并且作为一个四面临海国家，它的海洋面积已经达到了400万平方公里，比我国还要多出四分之一。因此，虽然单从物产资源和人口数量上看，日本自古以来都和我们不在一个量级上，可要是按照国际社会对国家大小的评判方式来看，人口数量和国土面积所能起到的影响其实很小，主要还是考验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强与弱。这就好比当年日本侵略我国一样，有谁曾想过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一个自古以来看中原王朝脸色行事的偏远之地，会迸发出那么大的能量，狠狠撕咬我们那么多年。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其综合国力很强，甚至由于美苏两大霸主一较高下的实力，于是他就有了想打仗、敢打仗的狂妄资本。既然有挑起战争的实力，本国资源又不够分，对外扩张就成了日本破局的选择。这在日本民众眼里是合法的，尤其是在明治维新以后，他的这种迫切想法尤为浓烈。看着我国辽阔的疆域分外眼红，因此他就萌生了一种想法，想要什么喜欢什么就去中国抢，凭什么同是资本主义的欧洲国家就可以全世界肆虐横行。因此打着大东亚共荣的口号，却干着对外侵略的勾当，就成了他活下去的仰仗。另外，纵观他的整个军国崛起之路，其在军事上面基本没有输过，比如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朝鲜半岛、第一次世界大战等都是如此。这无疑也极大满足了他的胃口，并且他的每次战争基本都是赌上国运在进行，也只能靠不断侵略才能维系，一旦败北就再难有翻身机会，唯有一鼓作气打下去，直到国际地位无人撼动，简单理解就是赌徒心理。可是表面谦和无比的日本人怎么就成了战争狂魔，让人费解。日本人的心里到底有多拧巴，表面谦和，实则喜欢背后捅刀。当年正值日美交战期间，美国著名诗人、当代文化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曾写过一本书，书中对日本这个民族的性格和文化特点进行了剖析，也就是出版于1946年仅有13个章节的《菊与刀》。作者认为，日本人对于等级制度信赖度很高，无论什么人都应该安分守己地活在自己本该存在的阶层中，并享受该阶层赋予的相应权利和应尽义务，只有这样整个国家才是一个可靠稳固的国家。比如武士应该怎么做，百姓应该怎么做，长子或次子又该怎么做的，都有着一套严格的规范标准。又或者武士不得种地，农夫不能佩刀，如果农夫想要越级上高，哪怕最后胜利了也有可能被处死，甚至连农夫本人也不会觉得有任何不妥。虽然听上去很难理解，但日本人觉得等级制度明确规定了每个人的地位和要做的事，这让他们觉得安全稳定，所以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不平等。然而最可怕的是，这种偏执且疯狂的文化思想被日本人从本国推到了世界层面上。他们一直在妄想着用战争来建立一个世界级的等级体系，并天真的认为这样一来整个世界就不会乱了。当然主导者还必须是日本人才行，比如当年918事变发动前一个月，丸臣四郎在15万关东军面对20万多美军时的动员大会上就说，中国人的理想是安居乐业，国家与民众有交集的地方只有维持租税和治安，政治和军事仅仅是统治者的一种职业而已，他们的国家意识很淡薄，因此这个统治者完全可以是日本。所以不难看出，日本这个民族的文化思想实际上是很危险的。同时该书还形容了日本人身上另一种畸形观念，简单理解就是极度矛盾和拧巴，他们内心通常都会有好战又祥和、驯服而倔强、忠贞且叛逆等多种矛盾心理并存，也就是看到比自己强的就手捧菊花向对方表示忠诚并愿意被驯服，可如果看到不如自己的，则会毫不犹豫地掏出刀，并以倔强的性格撕咬对方到底，哪怕是原先自己阿谀奉承的对象也是如此。比如当年的中原王朝，又或者后来的美国，如果一旦让他觉得有机会超越对方，其都会毫不犹豫在背后狠狠地捅上一刀，因为他们始终觉得自己的文化才是世界稳定的基础。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日本从小孩到九旬老兵，竟然直到当下还想打中国，表面上看似谦卑的日本人，为何却始终隐藏着一颗好战的心？其实答案很简单，
因为他们心理扭曲。当然可能会有人天真的认为这是日本人的教养好，不可否认的，日本人身上确实有许多需要我们学习的地方，但千万不要认为这就是他们的本性。试问这样如此谦卑，为何在日本会有近九成民众对国人持负面态度？要知道当年他们才是陷我国于水深火热的侵略者，侵略者不悔过不道歉，甚至还反过来仇恨被侵略者，岂有自理。最可怕的是这种仇视可不仅仅只存在于日本个别领导层，而是贯穿进了整个日本人的心灵。早在2014年，安倍晋三的夫人在访问日本一家幼儿园，同时还有电视台现场直播的情况下，当幼儿园理事长在询问孩子中国会有什么时，孩子们回答中国会有炮弹飞过来，但是我一定会守护日本。同时这个孩子还高声喊着为安倍晋三加油，而安倍晋三的夫人非但没有正视历史，甚至还当即表示自己回家后一定会把孩子的原话转告给安倍晋三首相。就连一位皇室已经埋到脑门的九旬日本老兵也扬言还要打中国。当人们问到其原因时，他说道，如果天皇认为侵略是正确的，大东亚共荣是正确的，那么打中国并仇恨中国就是对的。同时该九旬老兵也将美国原子弹轰炸日本并造成日本二战战败也说成是我们导致的。究其缘由，则是因为日本武士这个等级所一直接受的军国主义思想灌输，他们认为二战结局并不是日本最终该有的结局，战争始终也没有停止过，并且在日本人的畸形认知中，战争一直都是合法的扩张手段。同时他们在好战思想的作用下，也不遗余力地妄想着在世界面前证明日本虽然国土面积小，但仍然有着许多英勇无畏的勇士，在时刻准备着奔赴战场。毫无疑问，日本这种病态且矛盾的心理正在残害着一代又一代日本人。尽管当下世界相对和平，但却有着许多国家想通过战争来掠夺利益，又或是想要重塑世界格局，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很明显，日本在这方面的认同感绝对是最强烈的。